第二个任务就叫做猜你山子肉，山子肉啊会啊山子，唔系山子有可能系英文，可以系砌英文字，可以砌中文字。歪音山字，山字，山字，即系英文啊！英文，我觉得系英文。佢哋以食字嘅角度嚟讲，一定系要食。我买三姑先开啊！唔使讲咁多，甚 M K。你哋邵家琪 M K， 人哋着呢个碌行红地毡嘅。而家系投票时间，预备，三二一，甚 M K， 甚 M K。WATH 系咪啊？你咪 A 都唔识。顶，咁我唔识英文好出奇咩？呢个时候大家可以落分，哇，好想落好多添。今次我哋会用食物代表唔同分数，首先每人都有50分底分，而每局最少都要落一分，最后少过100分嘅就要接受大惩罚。至于拎第一咧，今次终于有攞到手软嘅奖品啦！大家请落分。哇 ！Eden 就有冒险家精神啦，20分。你冇信心啊？我好緊張。猜你生字肉呢，其實我會俾張紙嚟，咁上面咧就會有一堆英文字。嘉琪，廿秒時間，我預備。你又學三二一，開始。我10秒，我諗到啦。求其撩啲嘢落去啊！Yes， 佢冇 call 廿分，點解你撈到我都撈唔到？你呢邊睇可能呢啲，係咪 still image 嚟嘅呢個？你好似見你冇喐過咁。阿夠鐘啊 ，television 啊，我都點睇到。是誰在敲打我窗？是誰？我信兄弟為你呈現交戰，星期一至晚11點。